人生九练，一练脸皮，放下面子才会有面子。二练自信，自己不自信谁会信你。三练气场，要抬头挺胸，腰板挺直。四练胆识，敢与任何人眼神对视。练口才，懂说话技巧，会赞美，会幽默，会拒绝。六练沉稳，再大的事也要表现淡定。七练心智，不生气，不计较，不被人激。八练阅历，会说话，会办事，会做人。九练演讲，成功者大都是演讲高手。